大家好，这边的话是西安秦岭山下。你看一下那个上面那些那么高的山的话，就是秦岭，终南山。在这个秦岭山脚下的话，你看有一大片的那个烂尾楼别墅。这个别墅啊叫做南山铜镜，南山铜镜啊，南山铜镜好像是以前在秦岭别墅事件中也是风口浪尖上嘛，不知道为什么它没有拆掉。你看一下，你看全部都是做好了的嘛，是吧？外观都是做好了。哇，看一下，沿着这条路转一转，看一下。保护饮水安全啊，这边写着。哇，这环境是非常的好啊，终南山肯定环境好了的，就不用水了，饮水水源地保护地。然后里面就是铜山南境别墅啊，哇，那个别墅非常的大，你看一下，从现在外观都看得到。很大很大的，那边就是终南山嘛。我记得陶渊明写过一首诗，叫什么呢？差什么？悠悠见南山啊。进去看一下。我想起来了，陶渊明写的那首诗的话，叫做《采菊东篱下》。悠然见南山啊，你看这些别墅的话就在终南山底下嘛，是吧？真正的是悠然见南山啊。哇，哇，你看大家看一下这些秦岭别墅，你看一下都是非常的豪华气派啊，它虽然现在是烂尾了，但是从它外观看的话还是建得非常非常的气派。你看一下是不是，哇，一栋栋的就像衙门一样，是吧？就像古代的那个东莞的那个衙门啊，是吧？很威武啊，威武雄壮啊，这些房子，哇操，如果建起来的话不得了。你看，现在是烂尾了，这边这个铜山南境既然在那个秦岭别墅事件中没有被拆除，你看一下，在这个连着这个秦岭脚下一路过去，全部都是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这边一路下去全部都是，是啊，然后围墙围着的，然后这外面的话就种着这个树很高啊，如果不进来的话看不到，插从上面去看一下。你看它路边的树木建得非常的密，是吧？几乎看不到里面啊！你看一下，看得到一点点啊！哇，又是一处非常隐秘的秦岭别墅嘛，是吧？这边跑进去看一下，哇！也是杂草丛生啊，然后这边的话围墙围起来的房子不知道做什么的，应该是以前的那个建筑工人住的地方。妈呀，这个水呀，不知从哪里来的呀，实在是太脏了吧！你看，这不可能是从终南山上面流下来的嘛，是吧？哇，这么浑浊。所以说这边建别墅的话真的是破坏环境啊，你看一下，非常非常的脏的水。这里面房子也不知道做什么的，我进去看一下。哇，这里面还是那个烂尾楼别墅，你看一下，还是一大片。
你看这边勾的吧，挖成这样子。房子这样一大把，一大把都是沿着山脚下一直建下去的，你看一下。你看它这些房子的话，都是环绕着这个秦岭沙漠建的，你看一下，一路这样子建下去，你看一路这样子建下去，全部都是，你看一下，建下一直看不到尽头啊。然后在外面的话就看不到，因为在外面的话，你看一下，它有这个种着很高的这个树木，很高的树木把它全部遮住了，如果不仔细看的话，看不到这里面有这个秦岭别墅，是吧？一路下去全部都是，因为那上面就是秦岭嘛，真正的是那个沿着秦岭陇墨而建的那个别墅啊，是吧？哇，我偷偷的用手机伸进去看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看到。扎到别的地方看一下，这边原来有一个切口可以进去的，但是它用铁丝网网住了，你看一下，铁丝网网住了，进不去。它这个可能原先这边可能要做一个大门的，是吧？它要做个大门才会搞一个切口嘛，你看一下。我刚才走路从上面那一头一直走下来都要走很久啊，我就这样直直的沿着公路一直走的吧，你看还没有走到尽头啊，你看一下在底下还是啊，哇这个别墅这真的是太大了，这里挖了沟，你看在下面还是，幽兰见南山啊，是吧？那个烂尾楼的话，铜山南进的话，就到这边的话，就是到头了。你看一下，就到尽头了，非常的大，一路下来全部都是。然后这一边的话，我又围墙围住了的话，又不知道这个房子是干什么的。在这边也是一个围墙，铁丝网网住了的，你看很高的。松树，你看一下，这是松树，就是，桑叶，永长的这个叶子，你看一下，很多这种桑果，你看这种桑果的话，就是，好吃的这种，你看，没想到在来看这个烂尾楼别墅的话，竟然扎到这种桑果，你看一下，挺好吃的。挺甜的，但是就是吃的嘴也紫色的，手也紫色的。这个花很漂亮啊。哇，这边也是非常多啊，你看这个谷子打了非常的多啊。这个烂尾的秦岭别墅我就不进去了，是吧？万一它里面还有人看守呢？站在比较高的地方看得到，你看，
这个地方的话就不用无人机飞了，哎，因为我查了一下没地方好起落的，太远的地方就不好飞，太近的地方的话就是，哎，怕等一下有人追过来，是吧？像保护眼镜一样保护秦岭生态，这上面的房子不知道是做什么的。你看这上面呢，就望着铁丝网的，这里面树木很密啊。这上面的房子不知道干什么的，那里面不知道做什么的。你看一下，反正就不是底层人能去的地方，对吧？绝对不是像我石头这样的人能进得了的地方嘛。你看，全部架着铁丝网。哇，在这个终南山秦岭山脚下，你看很多这个桃子，这个当地农民种的这些桃子的话，10块钱3斤啊，挺便宜的，很甜啊。刚才闯了一下，非常的多啊。哇，我准备买一点那个，回去，是吧？拿个塑料袋装就可以吗？这个拧成好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好的，塑料袋的软打哪里呢？这个是叫油桃是吧？不是油桃。叫什么桃啊？五月下。五月下。这上面的这种呢？解太阳。啊？解太阳。解太阳。我都听不懂。哇，你满树都是，哇，打得非常好看啊！这种小的要比大的更好吃呢。看，4斤。4斤啊？对。好的，好的，好。13块钱。好好好好好。你不会打啊？我不会。这养几斤我都拿不掉了。你这都没有开机啊？你给他开。微信收款13元。看到，收到了吧？到。不会骗你老人家，是吧？好，谢谢啊。对。